今天咱们去给粉丝看一只战神比特犬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战神比特小时候到底有多萌。哎，看这边这个戴草帽的小哥，哎，小哥带了一窝比特犬。这是比特犬小时候长得可真萌呀，这个家伙还有一个开脸的，你看额头上挂点白，鼻子是个花鼻子，不好看啊。这一只不错啊，哎，我跑到这里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只可以啊，脑袋大，嘴还特别宽。哎，它的眼球是什么颜色的？是我这个头发短见识低，我实在是弄不了这是什么颜色，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下面啊。这个比特你看嘴巴要大要宽要短，然后这个它的这个疼痛神经啊比较低，非常的飞啊，打起架来这家伙它不怕疼，一般狗咬到它它都感觉不到疼。你看你就拽它的脸，这脸你看它的脸，我的天哪，你看它的脸肥不肥，可不可爱？可爱吧！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啊！哎，这下面还有一只这个咖啡色，哦，这家伙比较少啊，咖啡色比较稀少的，一般都是黄色比较居多一点，咖啡色还是比较稀少的啊。看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体型，这是大体比特，这家伙能长大。现在一般的人都在玩这个小体比特。体型小耐力好，打架有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参加那种东西啊，举行一下两个狗打架，看哪一个谁都能打过谁，是厉害啊。这家伙咖啡色还是比较少的，比较稀少的。像这种小狗的话啥价？哥，具体是400。400哦，那价格要的还不算太贵，这样也不少给你200报一个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行，那最低多少？400。短毛狗都有点皮肤病，你看它头上、额头上面，有一点点皮肤病。回来，还没说完话要走了，给你牵手。不撂腿了。